大家好，我是中原地产花城分行的祖 N， 今天为大家介绍一个独家纯盘。那个盘呢就是位于永亨花城一个高层单位，那就1028尺。那我们看看门口这个位置有一个很大的收纳空间，那这里可以做一个大鞋柜，什么都够摆了。咁而家我哋就睇睇个客厅，客厅呢度咧非常之光猛，因为呢度有好多窗，而客厅嘅露台咧亦都推咗出去，增加咗呢一间屋嘅空间感。摆多几件大型家私都仲绰绰有余。咁我哋睇睇饭厅呢边啦，呢边都好宽敞嘅，而且咧仲有几扇对流窗，可以做到南北对流嘅效果。好啦，我哋就再入去睇睇主人房。主人房咧都有好大嘅空間嘅，咁而裡面咧就有個小露台，咁個小露台咧係重新再鋪過嘅，得閒咧就去坐喺裡面飲下茶、睇下書啊，或者喺度思考下人生。咁房間咧，其餘嘅位置咧都仲可以擺到一啲大嘅衣櫃嘅，咁都唔會覺得逼仄。咁我哋就再睇睇客房。客房呢度咧係非常之光猛，擺好曬啲傢俬啊、櫃啊，仍然感覺到係好歡樂、好舒服。咁我哋就再去睇睇個廚房啦。咁廚房呢度咧就係新裝修嘅，就配備好曬廚櫃啊，同埋嗰啲爐具全部都係新嘅。咁我哋睇睇洗手間，洗手間咧都係重新再裝修嘅，咁就有個淋浴區啦，亦都有明窗。如果對呢個單位有興趣嘅就 call 我啦。